好的，连接第一集啊，我们现在是第二集啊，给大家来讲。刚刚我们都在这个问题啊，给大家说了它的那个织法，怎样能避免这些孔洞啊？也就是说，我们起完这个八针，用钩针起完它之后，不会的同学向前翻，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啊，这件衣服我讲了很多次，你要到最初的第一集那儿去看啊。好，这个八针你起完了之后，起完之后。立刻就开始加针，就在加针点的这儿只加一针，这儿也加一针，这儿也加一针，这儿也加一针，明白了吗？啊，加完一针之后，我不让大家隔一行吗？第二行千万别隔，你依然给他加针，但是也只是加一针啊，同学们。按理说我们这一圈应该加八针的，但是我们是在两圈的范围之内加了八针，你第一圈加了八针，第二圈你没加。这是按照文本的来，但是啊，如果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怎样，我第一圈加四针，一二三四，第二圈我不原样织，我还要加针，再加一二三四，这不是也相当于在两行的范围之内，也就是用两次一共加出了八针吗？这样你就会规避掉这个小洞眼，其实就这一个小洞的问题，看到了吗？就这个洞，就是这个洞。看，当这一部分完成之后，你再按照隔一行就是每两行加一针，一共加26次的这个规律来。当然了，你刚才已经加过针了，你加25次就行了，理解了吗，同学们？啊，希望刚刚这个位置啊，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实际上，这些如果在我们的编织图书和杂志当中体现，真的没有办法来操作。就这一个小的地方，你要给它写出两种加针形式来。尤其我们的编织图书和杂志是针对于初学者的啊，新手。也就是他们看到以后可能会更懵，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了一个笼统的啊，告诉你是这样加。但是一些啊会编织的人在这个位置啊，他知道那样加会出现孔洞，所以人家自然就啊不要等到每两行加，也就是每行都加，一共加两次就行了。注意啊，加完这两次之后，从下一行，你用这两行，你第三行开始就按照这个规律来加，明白了吗？这样。你不会出现什么呀，不会出现这个位置鼓着，有同学这个位置鼓着啊，为什么鼓着？老可着一个在这一个位置啊，这是好长时间，隔了一行，隔了两行，隔了三行，有同学是起完这八针以后先把这八针织了，织完以后还觉着没站好队，又织了一圈这八针，织了三圈，然后第四圈才想起来再加针，这样的话每个人这位置都会鼓着，明白了吗？啊，所以这点啊，小细节啊，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另外，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同学们在加针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的所有排花都是从中间往两边排的，这边的加针啊也一样。也就是说，你加出来的针，加出来的针啊，我们先说它，加出来的针，你每次加都是从边上给它加上来的，但是你中间的花纹已经形成了，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加出来的针织什么针的问题。在你织这个位置的菠萝针的时候啊，同学们不会织菠萝针的同学到互联网上去搜索啊，你能搜着一大把。我之前给大家录过很多高清的教程啊，有同学说，哎，老师您教教我这花吧，教教我这个麻花针怎么拧的吧，这些都太简单啊，同学们，我之前给大家录过太多，你直接搜索能找得到啊。好，我们在织这个花纹的时候注意啊，一定要让它与边上的这两针加针点的这两针正针形成有一针反针的相隔，理解了吗？理解了吗？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加针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位置看永远是什么，有一针反针和它隔开的。当然这边呢无所谓了，为什么？因为你直接给它织过来就可以了啊。而且加针的整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孔洞，我们除了普通的加针形式啊，有多种加针形式啊，这个我觉得同学们都应该非常明白了啊。比如说啊，我们给它调过来吧，啊，就这样织吧。好，比如说啊，我们在织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普通的加针啊是在这一个上边啊织两下，对吗？啊，是这样的加针形式。但是有些新手呢，他就转不过来了，因为加完针以后，他发现加出来这小针跑偏了啊。所以有些同学在加针的时候可以怎样呢？可以这样加啊。其实这些都讲过，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听啊。可以在左边上给它套上一针，然后怎样？
看啊，然后先织这一针，然后呢啊，其他的位置呢，比如说这两针是你的加针点，再这样织，这样有两个好处啊，什么呢？你能确保你加出来的针刚好在加针点的左右，明白了吗？看，刚好在这儿啊，但是万不可以采用右针上绕一针长线然后再织，那样是镂空花纹、蕾丝花纹的织法啊，所以这件衣服不适用它。然后还有那种加针形式啊，我们可以在，我应该给它倒过来啊，倒过来都是正针的情况下，大家能理解了。好，同学们看啊，我们在织的时候，看，如果我们想让加出来这一针变得更直密啊，看我动作，看啊，从这个位置给它挑出一针来，针套下边这儿啊，看，挑出来这一针放到左针上来协助着你，然后把它织上，然后呢，这边一针呢是加针点的那两针啊，这两针织完了以后，找它旁边这儿，看，挑上以后，然后再继续织。看到了吗？这样也是一种啊，在加针点左右加针的形式，但是它会略显得有一点乱，这两针不会非常的明显，这两针加针点的这个正针啊，不是那么的清晰，所以这些都给大家讲出来，你用哪种方式都行。好，整体织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你加出来的针，取决于你中间织的是什么花纹，在你中间花纹的两侧你再加针，对不对？所以中间花纹不要随着两边的针数的增加它自己这乱了针脚了，不要，中间大块永远保持它原有花纹的规律，你边上加出来的针够织正针织正针，不够织正针啊，该织反针织反针，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不要破坏主体的花纹，这边加起来啊相对来讲简单了，这边我们刚开始加的是什么，这是什么正针啊，你加出来自然，加出来的针自然在那两边该有两针反针，该有正针等等啊。好，这些同学们都理解了，然后我们来说重要的一点，你用的手法啊，原款我用的是什么拧针的双螺纹，就是我在所有正针的时候怎样织的，是隔一行一拧的，而不是行行拧，如果行行拧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它非常的紧，很紧啊，这位置弹性就不够了，所以同学们不要每一行都拧，这是第一。第二，尽量我们还是用纯羊毛的毛线来操作啊。第三，如果纯羊毛完成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是叫整理，拿熨斗熨一下，哈哈，也能够使它呈现一个平展的效果啊。好了，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向四周扩展的同时，加完26次针之后，好了，你的整件衣服的胸围原款啊，我们多少？36厘米。有同学说：“哎呦，这多瘦的姑娘才能穿上啊？”你看，哈哈，它有弹性的，对不对？好，其他同学，如果你个子比模特高，模特身高1米65，体重88到95斤之间啊。如果你比他的身高太高了，你说我比他也重一些，没关系。然后你找到自己的有弹力的衣服啊。也是针织类的最好，穿着最舒适啊，最显身形那款。你看它那个胸围是多少，你就给它织多，它那个边长啊，织多长。有同学说这我咋控制啊？你当然能控制啊，随着你的加针，你的边沿，你加一次针，边沿就长一下，长一下，长一下，理解了吗？这边长，这边也长，胸围一样长。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正方形。有同学突发奇想啊，他把这两个位置当成了胸部啊，不可以，一定要把这两个位置当成领口和下摆的位置，这样方便于我们下一步这个位置的操作啊。如果你把这位置都弄成了这一部分了啊，就没有这么好看的效果了，理解了吗？好，原款啊，我们来说，如果是你啊，你是一个标准身形的姑娘啊，要记住啊，要注意了。我们从这个位置到向下的位置啊，大概是采用18厘米的长度，其实不到18啊，啊，其实超过18应该是19。这位置啊，给它前后片缝在一起，明白了吗？好，然后整个在这个位置啊，你像你这边19吧，36减19，自己看是多少，应该17哈，在17的范围之内一圈，这儿挑出52针来啊。向下环形织什么拧针的单螺纹，收集起边织多少，10厘米，知道了吗？啊，织10厘米啊，收好边了，这部分
前后肩头取多少？八厘米，前后肩头啊，八厘米相互织缝上啊。织缝的时候不要使劲拉紧线，这点很重要啊。一定要织缝的时候，前后肩头织缝要松松的，保持它有足够的弹性啊。包括两肋部啊，另外一侧也是前后各取八厘米，给它织缝上。领口的位置万不可收针，只拿你剩下的、剩在针套上的这些针啊。给它合起来一圈，你再数一下啊，看有没有达到多少呢？96吧，啊，看有没有达到96。我们小算一下啊，这边52，这边52，一共104，你取了八厘米，它应该达到不了96啊。所以这整个这个位置，你给它整个一圈啊，合在一起，给它均匀加至96，然后向上织两厘米这个领针单轮的边儿，别忘了收一个机器边啊。然后怎样？然后就来到底摆了啊！底摆的位置从这头到这头，因为没有让大家收过针，只让大家两个肋部啊织缝上，而且是松松的织缝，所以这两个位置啊弹性很好，大家千万不要使劲拉扯线啊！然后把最有弹性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可千万别，哎呀，我多来一步，我把针收上，我第二行我再挑，然后再织这个，那不行，你衣服就穿不进去了，因为什么？它没有弹性了啊！所以这位置。就用你织针上剩下的这些针套给它合成一圈，连前在后啊。好，合成一圈，这一圈所有的针数加起来，你给它看一下是多少。然后呢，然后给它均匀的将这一圈的针数给它加至多少呢？168针啊，在这儿168针啊，这一圈看到了吗？啊，168针，我们向下环形织这个阶梯针，看到了吗？同学们把图截下来啊。好，然后怎样？然后你可以松一点收平边，因为它本身都是正反针嘛，所以收的是平边就完成了啊。好，这件衣服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了，因为每个细节。你想到和你想不到的编织老师傅的那些小经验小技巧都教给大家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如果我发现大家没有认真听讲，然后提出来的问题还是说这花怎么织呀，这个怎么织呀，那我可要打屁屁了。好，这期讲解到这儿，如果觉得对整个教程对你有帮助，一定要点一个赞。好了，感谢各位。